哎呀，这镜头。最近这一周天气都这样，就一直在下雨，但是它又不是成天下，它就是白天下，然后中午或者晚上的下午的时候就有好了。昨天就中午下了一中午。秦姐今天又来了。刚刚带秦姐走错路了，现在重回正轨。金黄大酒楼，我们到了曼城最大的中超荣业行。这一片是零食区。猪蹄，还有
得我没有算良好，算了算了，哪有时间买个全套，放假买这些东西。哎，别走别走。2000 years later. 买单啦，买单啦。用剪刀剪就可以了。一点东西，一共花了65磅。中超的东西真的是越来越贵了，逛累了，拍不动了，赶紧回去开始做吃的。晴姐跃跃欲试，哦，开始她的表演了。这是表哥第一次带大箱的 Pocket 2出门拍视频，所以拍摄技术还是不是很娴熟，希望表辈们见谅。那么晴姐究竟做了什么菜呢？表辈们记得关注表哥之后的视频，点赞关注转发投币，你们的支持就是表哥更新的最大动力。因为表哥明天周日还要安排请了一呆力小哥拍新的视频，所以今天可是连夜剪出这段视频然后发布。看在表哥这么努力的份上，表辈们一定要点赞关注表哥哦。 YouTube、哔哩哔哩、小红书、抖音同步更新，爱你们哟、哦。